现在呢？没事。 如果今天没有来，事情就不会这么糟糕。如果是这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词，都怪我。其实我很早就知道，天明和依然他们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，可是我就是爱他。
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，而且你知道他离不开你，这么多人想要靠近我，说喜欢我，想照顾我一辈子，有几个是真心的？不都是为了我的钱吗？ 好啊，我没问题。我觉得大家开心就好。其实我要的很少，我只想让他们来爱我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要。也许这个世上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爱情。我以前上大学实习的时候，那个病房里有一个10年的植物病患。 但是他老公每天都来看他，先是帮他擦身体，然后再给他讲一天发生的故事。有的时候，还会给他放刚生完的电影，还有他喜欢的音乐。那个时候我特别傻，我竟然还会问他：“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？” 他又听不见，但是他特别开朗地回答我说：“他不是听不见，只是不能回答。”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有纯粹的爱情的，这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。 现在船一直在深水里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你看到那边那个浮漂了吗？那个浮漂是专门给潜水的人补给用的。我们今天就赌一把，就赌今天晚上鲨鱼不会来，我们一起游到那个浮漂上去，我们就有很大的希望活下来。你做得到吗？ 아!
找你，我在想，不会留爸爸，快上来。